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我们可以终于再跟小珍对话一次了。珍珍，不不不，还有更豪迈的。五五小姐，真小姐不会动了耶，谁理她？那她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好，要唱歌了，不是吧？
好，这边应该在讲二少图之后会发生的事情。什么约定？好了，我们看完真正唱歌了。好了，嘿，那这边第五期的剧情应该是完全都补完的。OK， 那喜欢频道欢迎到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然后下方的红色小框框的铃铛记得要打开来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哦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谢谢，拜拜。